No， 干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干，干嘛要生气？没有啊，我感觉有好像有希望的时候就被毁了，不是很好，感觉不是很好。就是一开始就想说啊，好了，拍好烂那就算了。哎呦，看游戏哦，马上死，瞬间。跟那天浩哥有没有直接点牌啦？我马上自摸，一样一模一样。摸摸。你开心不够久了。傻笑了。开花吗？好啦。发自内心呢、欸。刚换出去，前脚换出去，你后脚马上换回来。哦，你们俩默契这么好。然后，烦呢。小美，对对你，只有只能，哎，他说什么？只有愣愣了。我们曾相爱。哎呦，你们两个。想到就心酸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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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是什么？你的大便很硬吗？硬变变异变异变异，那个牌就像变异，有你变异了，有变异。咚，好，谢谢妈妈。国疑国疑，你西底胡堂姐那把三台，可是你只拿了两点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谢谢。我知道啊。碰，你胡我三台，你拿两点。你这么看呀、啊？哦，不是，因为他要换那个三三二。哦，我只拿了二而已，八没有拿走。这很重要吗？来啦！没关系，我现在，我没有没有。八，不要，你等一下最后再对。不要啊！八米，你干嘛拍他？我希望他不要受伤害。我笑的恩人。不要发那种不测，看他真的有喝，他这么善良哦。不对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啊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先换给他的，我知道。哇，怎么样才不会死？问一下，怎么样才不会死？干呢、欸！你的恩人是他，你知道吗？没看到那个，没看到。我给的。大三元香花。你给他，然后他给我，你给他。九台。好呗，帮差三万对。够干。杨姐，第一本问说，请问演牌后摸到第四张可以杠吗？通常是不行，因为你演牌了嘛，所以你可以看每那个牌墩里面的每一张牌。如果呢，你看到说，比如说杠上呢这张是枪牌，那你如果可以选择要杠或不杠的话，其实就是不太公平嘛。因为如果你杠的话，你就会摸枪牌；你不杠的话，你没摸那个枪牌嘛，你可以闪掉。要么是你一定要杠，要么是你一定不杠。大部分玩法是一定不能杠，所以。就不能杠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